小朋友，你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谁而来吗？跟着我们一起跳，你就会知道哦。我要像高山，做一个很高的山在你的头顶，举目看着高高的地方。我的帮助，很有力气的样子哦。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，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从上面下来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们从头试试看哦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像你在跟天父招招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记得哦，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Amen。